嗨，大家好啊！今日系2023年10月31日，我系 Anna， 同朋友去咗旺角饮下午茶，共同庆祝庆生嘅第一餐。请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仲记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由港铁站嘅1-2出口上咗扶手电梯，再直行，经过 The Forest， 再经过蜜花绳球场。就到達了位於豉油街的蘇杭冰室，餐廳室內的環境都光猛和寬敞的，坐得挺舒服。下午茶餐我們叫了煙三文魚碎蛋夾餅，賣相都挺漂亮。碎蛋夾餅呢，外皮都看得相當之鬆脆好吃，碎蛋呢調味得不錯，落了蛋黃醬，煙三文魚呢不鹹，肉質都不錯。另外一个呢，就叫做香煎肉眼牛扒配洋葱烧汁，肉眼排呢薄薄咁一片，切落去呢都好淋，食落去呢都好淋滑，洋葱汁味道调教得啱啱好，好食。另外配咗炒意粉，意粉炒得都好爽口，可口好食。我哋食下又倾下偈咁，相当之寫意。一餐咁超值嘅下午茶，人均消费都系60元。以下系今日餐厅嘅 menu， 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嘅。今日分享系咁多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